目前在王家本拿下一台16 PM 美区有所全新的，还需要多少张？在利比亚首把，飞扬是我们的仓库，你们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，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可以拿，因为我们工作室过来这里就两三分钟，做得再大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有，所以咱们也随缘，你们需要就找我，我肯定不会在质量上面给你们动任何手脚，保质保量。16 Pro Max 20年发布，搭载的是 A18 Pro， 像这种256的美区的这种充电零次的，咱们来看一下啊，不是我在这里说是零次就是零次，因为这种都是未激活的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全新的状态，可以看一下，请激活你的设备。像这种边框上面都没有磕碰划痕的，我也是拿了你们喜欢的金色来讲啊，但是其他颜色也有。这是新增的拍照按钮，我们来对一下 LG 4 VK， 看到没 ？LG V 4 K， 这些都对得上了。那么现在的行情在华强北这个全新的见多67、今天拿的这些都是67，给到你们加两张，不过美区这里没有孔，改卡和开孔要加两张，懂了吧？我是乔治，一个在华强北打拼的背包客。